为陶瓷你要像我做像我到 0.1mm 的话，它这个碗就可以压缩可以软的。如果说你这厚度到0.7以上，它整个都是连压缩都不能压缩。这主要你要做到像我这么薄的碗，重点一定要配方，涂的配方你一定要懂，还有做的方法要颠覆传统的做法，那你绝对没办法做到像我这么薄，绝对没办法。像吉尼斯世界纪录的，它的厚度，如果说以30公分的，大概在0.8到0.9mm，所以说它已经极限了啦。加塑胶的，他是我问我说给他讲，其实这个秘方，第一点一定要耐米，不然绝对没办法做出来。我只跟他只这样讲一下而已了。后来，连陶瓷界这么专家的陶瓷界的人，他都不相信陶瓷可以做到这样子，你想象有多难就知道了。要严肃一点，没办法放怎么样轻松，因为它这个真的很薄。那画的时候，动作什么都不能太快，要放缓，不能太随性，太随性哈、哦、就是会出问题。我也是画过画破好几个。没有趣味性，只有辛苦，还有那个心里那个舍不得、啊，用很久的时间，所以一件作品，有的人觉得说，你陶瓷烧一烧啊，陶土烧一烧就好了，那个过程是很艰辛的啦。